现在是用肥料的第三天，大部分已经开始变红，然后下午用催色剂强制转色，变成这个颜色，7到10天就可以上市了。再不要直接拿出来就吃，一定要清洗干净。请大家看一下，看一下上面里面放的有，里面放的有醋干剂，直接吃把肠胃都烧坏了，请大家一定要注意。这个里面全是药，加热系统，上色。抖音。